对，很多都跟我学的，很多人之前是国服这个国服那个，一看我的教学也来跟我抢标了。对线白起正常出打野刀啊，但是他带个斩杀咱们就得出布甲，记住。要抢二的话我也去抢二，他要打的话我就跟他打，他抢先应该没我快吧，直接干他，踩 A 2躲一下 A 你打不过我，好，恢复还给他打断了，这他得回家了，我直接大优势。队友给我标记个红，他司空震不能反吧，司空震应该是反不了的，注意一分钟河蟹刷新哟，把不是河蟹，个血包刷新，他把血包吃了，说明他没回家，踩 A2 躲一下他的技能，可以先合成一个，哎，刚才司空震漏了，好像往下路走了，好像来我这了，哇，这个血量我好想给他杀了呀，不对，司空震到了，百分百到了，你知道吧，刚才还不是很确定，他这么一滴滴血还浪，百分百到了，我直接挥满血，这波 1v2 为什么我这么自信，因为我抢个后排兵就四级了，我就有大招了，我就两条命了，我就干你，算了，红 buff 太猛了，他两个人都不敢跟我打，哎哟，怎么没有复活甲呀，这个人头抢的有点小过分呢，我都觉得过来一个平 A 有点过分，有一点点过分，没事，你们吃，哎呦，我以为他会打出复活甲，我靠，我一个平 A 一个人头，把这条龙开了，都去吃线干什么，就那一点点线，把龙线开了，墨子这么交技能，你蓝条够用吗，接下来就是纯纯碾压了啊，因为他那个现在已经被我全方位压制了啊，兄弟们，然后你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司空震他是一个红开的，红开我们准备反他蓝区了，这白起有点瞧不起人呢、啊、我这就有点觉得，兄弟，我操，这波属实是看不起白起，因为白起这把带的是斩杀，这斩杀是真离谱啊，那么多血给我斩了，真过分啊，我靠，我得小心一点了，不能死在斩杀上呀，这太亏了，一个召唤师技能把我拿捏了，真的是，哎，刚才要是没被他杀，我就入侵他蓝区了，你小子真的是猖狂啊啊，狂什么呀，你看我搂不搂你，别着急，我必须得单杀回来啊，兄们，本来不想单杀的，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处，没想到你这个小白起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有大还有斩杀，小心一点，往前走往后走，骗他一个一哟，我有抵抗鞋了，你干什么，来一炮，哎哈，干什么，不是你干什么，开始撤退，他喵的过分了，小莫，他对面哟，不行，他要框咱俩了，快打，二技能加个惩戒加个一技能潇洒离去，这我得谢谢苏烈啊，苏烈一推白起直接打了个兰陵王，真的是搞笑啊，这一波两个法师没把我留住，我身上没有不死鸟，哎呀，这一波逃的我是笑了，这一波简直是秀到极致，在四个全身上下都是控制的人抢到了蓝 buff 并且全身而退，Nice， 苏烈真的笑死我，他把我顶墙上了，顶墙上那个白起就没大到我，知道吧，我得把他宰了，不单杀他，我真的受不了这小白起了，给我躺着，
算了算了算了，怎么这么肉啊？四级以后，像白起这种坦克是很难单吃的。不过这波白起也发觉打不过程咬金，只能开大逃跑。哇，两个残血兄弟吗？说不心动那是假的。逃得了初一，逃不过十五，又一个人头，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没抢到，我靠！这就是经常看小地图的好处，会有意料之外的惊喜。算了，给队友吧。我以为他把白棋推过来了，这突然推我脸上，这，哎呀，这。怪不好意思的，我靠，我以为干啥呢，给我送礼呢，这真的怪不好意思的。控到了是吧？哟，没抢到。你想干嘛？面崩了呀，才七分钟啊，崩了呀，这不有机会 一波吗？中塔先退了，刮他一下，伤害这么高，再刮你一下。哇，这冰心三秒一个刮是真的爽，刮死你。踩一脚再挂你一下，全部打残。二技能四技刮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斩杀来了，斩杀哥，给斩杀哥一个面子。我这把先合成永夜，对面法师多，没人来呢，不知道这是推塔游戏吗？又是能挥，就五十肉。不怕你击飞，咱就五十肉。白起对我动杀心了，哟，我靠！啊，就是肉，针对性出装，懂吧，兄弟们？赖皮了，直接无敌了，没有什么爆发，三秒钟又是一条好汉，那直接怼你脸上，你有脾气吗？就是嚣张，就是肉，啊，一跳就走了。我再回来见一下，好多残血，兄弟们，一脚踩上去被推回去，没事，大招一开让他们给我刮，给我狠狠的刮。你们有泉水，我是移动泉水。来来来，给我挂，给我挂，小镇。真的很不尊重人呢，能不能出个梦魇啊？直接大我是吧？这白起跟我有仇啊！你身为一个主力开团英雄，你他娘的打一个程咬金，你们不活该输吗？你们后排还有那一心，那白起大住程咬金了，你是真框啊？你还有技能吗？我这么招人烦吗？我这么吸引仇恨吗？我靠，对面这啥也不开，大乔在我旁边都不开，就开我，那你不输谁输啊？对不对呀？我靠，那你不输谁输啊？你他娘的脆皮你不大，你大个程咬金。
最后也是轻轻松松拿下这把游戏。不过遇到斩杀技能，还是要尊重一下的。